是路，一年桃花映过土，那一年阿秀时光在重复。哎，我去你家，你大妈说你来这后边干活来了，我就上来看你来了。哎，你孩子就是你家那个儿子老三生病好点没有？好些了，在医院。哦，还在医院？那陈哥给他换一个大一点的医院，然后看看呗，怎么还在住院啊？也高的，在这个医院都是借钱的，到处借，都亲戚邻居都借高了。要不是你的话，真的这次真的多亏了你，陈哥，谢谢你。也没啥的，如果没那个的话，然后陈哥就带他去大的医院看看。陈哥，医生说好多了，明天就可以出院的，不用去其他医院。今天陈哥，阿秀，今天我儿子给我打电话，他跟我说妈妈想我了，他说我儿子说想我了，我跟他说，我说妈妈忙完了就回去看他。陈哥，阿秀，要不是你的话，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办。每次孩子我女儿跟我说妈妈想我了想我了，我就心好痛，我就羡慕那些可以陪在孩子身边的人，我也想陪在我孩子的身边，我要去上班，去大大林谷，家里面也有那么多农活等着我做，我没办法，我觉得我好失败呀、孩子的爸爸也不管他们，也从来没有给过生活费，我的爸爸妈妈身体也不好，还帮我带孩子，我也不能让他们干活，我觉得世界好黑。阿秀，其实很多作为父母的都和你一样，想陪在孩子的身边，想和孩子一起拥有一个给他一个幸福的生活，可是现实的生活它就是这样的。你已经很优秀了，阿秀，你不要去想那么多好不好？陈哥会支持你的。陈哥真的，我就是一个失败的女人，是一切都是怪我，不愧有你，不是你的话，这段时间不是你的话，我真的要崩溃了，我都差点抑郁了，我觉得。阿秀，你作为一个三个孩子的母亲，你已经非常非常优秀了。阿秀，别哭了，快干完活了吧，我走，我们回家去了。那走，我们回家了，别哭了，阿秀，走。阿秀，别哭了，陈哥不喜欢看见你哭的样子，坚强一点好不好？穿过狂野的风，你慢些走，我用沉默告诉你我醉了酒，乌兰巴托的夜那么静那么静，连风都听不到听不到，飘向天。